耶、yeah, ，我们到了 Zoom 的 Gara， 可是呢，按不到这个 Bugging， 要等他的技术人员来 set 的。原来是 cut 完了，太幸了，我们太幸运了。我进这么多个 cut bug， 第一次遇到哦，那个 cut 会完了，耶、yeah, ，太强了。Yo， 大家好，我是阿勇啦。现在我们在 Zoo Negara， 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看那一只熊猫。然后今天我也不懂，我上次来是多久了？应该是几十年前了。好，我们现在就去看 ，Go。我们先去买票，我们去看是多少钱，我是不知道。这个月是伊琳的生日月份，好像它是免费的。他现在要给他看 IC， 证明他是七月份生日的，就可以免费入场啦。填个缝，填好缝。就要去排队去那个 ticket 的地方，买 ticket 的地方排队。免费。这是价钱表，马来西亚这边外国人这边，大人45块，小孩呢？他呢？他要钱吗？哦。3岁以下是不用钱的。这边是 online ticket， online ticket。哇，有人帮忙你。谢谢。哇。啊，拍照，你要拍照吗？在一进来就是拍照的 section， 应该是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就有选照片要还钱哦，做相框哦。我们再看，这边的工作人员叫我们走那边先，等一下这边是出来，就是大门口一进来转右边。哇，比我想象中的快，因为呢一拍完照就马上要先去选照片，我以为是出来过后才去选。哇塞，他的照片有一点贵啊、哦、一张拿一张照片的话是60块，然后就跳3张就要180，然后过后就200多、300多这样子的。然后他有一个 panda 的那个 frame 很漂亮的，可是买一张又不可以选那个，我一定要买3张哦，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放弃。家太小，没有地方放那狗照片。OK， 因为要抱着它，所以我选择我们先坐这样的叫什么呢？我们这样的车，我们先坐车，大人8.9块，小过2岁的不用钱。还钱，买 ticket， 坐车。所以我们先坐车转一圈，看一下状况先，不然太大了。他会停我们在那个 panda 那边，先去看熊猫。Go。好了，他停在这里，前面就可以转去看 panda， 所以我们先去看 panda。对，我们先看 panda， 再看其他动物，是吗？都可以呀。先看 panda， 看到 panda 为什么高？有 full panda 的。哎，我去过喏，它的。有 OK， 有。Giant panda 走那边。
Go。Go。Dennis。Hello。Hi。Hi hi。Hi。嘿嘿嘿嘿嘿嘿 Panda 应该就在这个馆里面呢、啊、我们现在走耶、yeah、看到吗 Panda this way Panda this way 应该这个就是整个是 Panda 的馆你看外面的底材都是那个竹子 Baby 我们先去看 Panda 等下我们先看到了这个 Panda 的地方了耶、yeah。耶、yeah, ，Denise， 嗨 ，Denise，Hello， Denise， 嗨，喂，哇，嘿嘿嘿，哎呦。应该是走这边就可以去看 Panda 了。This way。哇 ，Panda！ 呀，看到了 ，Panda， 好多人呢。哟，哇，是 Panda？ 嗯，是 Panda， 又是 Panda。啊，看到吗？来这里要很安静的呀，不可以出声。不知道是不是怕吓到 Panda 他们的名字福娃跟凤翼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Panda 吃的东西，这个是他的厨房，没有厨师的厨房，挤好腻了，还有厨师，还有厨房。哇 ，Panda！ 哇，哇！看完 Panda 沿路出来就有这个，好像是 canteen 的地方，就食堂的地方。然后有厕所，要上厕所吗？等一下，我们就继续去看其他动物了。嗯 ，Elephant。刚刚遇到下雨，就是下绵绵细雨，我们怕边答应我们拿到雨伞。是我们回来这个熊猫的馆这边的食堂吃东西的。哇！一啊！吉拉，还有 ，zebra， 还有。zebra。Go, go, go! Happy? Happy 吗 ？You good 吗 ？Be good. Where's Reno, Denise? Reno, Reno, Reno sleeping, sleeping. News, Reno.Buffalo, buffalo, what the buffalo? Yeah. Tiger, see tiger. Tiger, see.Tiger. Yeah, 跑掉了 Tiger.呀，这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我们去看一下是什么嘞里面。哒哒哒哒，没有东西啊，空空的，空空的。
刚才我们看到那只是白老虎，现在这个是马来亚老虎，就是我们我们看到那种老虎。Go， well， 这边进去，这边可以近距离观看。Tiger Chew。Wow. 我们现在去看秀了。还有 penguin， 小动物。看，你怕什么？耶，我们到了这个站，是要去 aquarium 去看秀。三点的秀，现在两点半了，我们先赶快去抢个位置。Go go！ 到了，这里就是 aquarium。好。哇！耶，我们到了 aquarium 水族馆。后面这就是秀的地方，等下三点，我们先走一走这边。你看那个壁。Hello, Denise. You got big fish. Wow. Bagus pengawasan. Pergerakan anak-anak anda atau anak-anak anda supaya tidak mengoperasi ataupun mengham. Thank you.This is penguin. 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秀是每一天的11点早上跟下午3点，然后星期五没有秀，所以你们要来的话，自己要注意时间。结束了，大概是40分钟的秀。我们现在要去哪里？下一站 ？Penguin。Go。
OK， 我们看完了他的水族馆，感觉就比较 old school 一点的水族馆了。那个鱼类，这样哦，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喽。我要找一只 baby shark 都没有。就是这样了。其实还有几个地方我们没有走到了，就飞禽公园，还有一个小孩子的区。因为呢，你看他已经睡了，他睡了。哎，这样我们下次再来吧。我们现在要回去了。我建议啊，大家来的时候，我觉得坐这个车真的是不错了。不然真的走到很累了。不过如果没有带小孩子的话，我觉得不用叫车了，可以走了。像我们带小孩子就比较麻烦。OK 了，我是阿勇啊。如果你也喜欢找马来西亚好吃好玩的，记得 follow 我，拜拜。